我刚就顺便再补一下，农民这样一个讲，我们今天刚刚开了一个小小的群，小班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以我会带个头说做两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一次的编辑聚会。 就是因为一三年本来就想，2014年本来就想做的事情，然后编辑就是整理这些新闻小班手里面的回报的内容，再做一个更规格化一点。哦，那除了刚刚东明有介绍他今天讲的2.08项，那那个前年有做这个规范书哦，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也还是在菲律宾的这个海配的里面还没搬家。 要做的更详细一点。好，那回到我这边，那我们今天就做，今天画，因为没有画面，那就是我们今天做了两个表格画纸上，好，没拍照。那这两个表格就，我们都是已经讨论，先做两颗子弹，因为我说做左轮手枪嘛，好，第一颗子弹是说，那个把 NewsDiff 的这个系统先挡在这边，那把它找出来说哪一家品牌。 大家媒体的哈，它有几则列出来，一则就是资料，一天之内有几则。第二个表格就是说，如果有这样说那样说，是抬头的关键字哈，或者是说有自杀，说女作家自杀这个关键字，我们一样就把它做列表，也是像品牌，它做了几次，然后再做一个。 输出一个 CSV 的格式，那这个这一部分会是用 PHP 来做。那我回去的话，我要负责刷卡，那个租那个主机，反正第一年300美金不用钱，反正我回去做，我会去负责刷卡的这个人。然后我们那个新闻中有一个 GitHub， 所以我刚刚有登记在上面。那之后写完程式的话，应该会上传。 现在只有一只在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说到一件事，就是说，那个之前那个梅关几位朋友他们有事都先走了，然后我们是他就上一次来的时候结束了之前，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想跟我们一起跟新闻松这边再举办一个新闻松，梅关一起动。 那以前我也办过5次啦，那租场地跟订披萨都是简单的事情，只不过我办了5次，后面3次就是说力量没有聚焦，哦，所以就散掉，所以我就比较担心说再办会不会聚焦力量，所以今天会跟一些很多同类型的跟新闻有关的人朋友们说一起参加，看各做各的也没关系。 那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讲那个报表，新闻小帮手，或者是其他的 label 那部分哈，好，那所以就这样，那我会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整体的进度，好，就这样子，谢谢各位。